Japan. I love Japan! Girl! 朋友们，既然来了嘞，就是要送个东西的嘞。哎，这是最新的五月天海报，你们竟然不要？什么棒棒糖的？你看看，你看看，獒犬。谁比较红？啊，威廉。这个可以到。不是 ，Andy 哥。能不能要？好了，你们这么嗨，送你们。还有一个。贵宾，好，现在重要一个贵宾，哎，来 ，open， 收一收啊，我们要听 ugly no light， 不是 people， 我现在讲非常重要，light open，people cry， 我们讲什么？不要吵，好，朋友们 ，monster， 我们到现在要干嘛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有难得有电视台来捧我们，我们超屌的电视台，我们有客家电视台来捧我们，大家平牛。好，不要吵哦，你们两个是我的学生，这课教非常特别。现在是晚上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就要来讲一个晚上怎么讲，晚上是阿布跳，来，阿布跳，不大声，晚上怎么讲，来，阿布跳。哎，那有没有吃过马吉有哈？就软软那个，我们晚上吃马吉叫做。哎，瓦吉怎么说啊？瓦吉哦，你要去别客家乡亲地方讲哦，你不要去台语的地方讲。难得马渠叫做起拔，起拔。哎，你那个去那种闽南的地方念起拔哦。明明就说起拔。对，起拔哦，晚上吃马吉就是安不跳吃马吉啊，不是不是，不是台语课，安不跳吃起拔，我数三一起来哦，三二一，安不跳。这边它有那个客家电视台，这边你们看到，等一下有一个亮灯的，对，你们等一下要访问那个胖虎，你赶快自动去找他报道。哦，因为我们不要作假了。我来唱一首歌给他。事情嘞，胖虎的唱片，发行了，在哪里买得到呢？在唱片行，金富哥好来，在哪里可以买到？必须在他的唱片行里，因为小的唱片行里没有卖这张 CD， 因为 CD 太。很棒，很有同情心。
好，下一首先唱什么？没关系，快点，下一首歌。对对对，这首歌顺利的话会收录在我们夏天的推出的专辑。哎，夏天现在几号了？现在 25。哦哟，那好像夏天快过了。哇，所以可能有点不顺利了。没关系，不顺利，我看我们顶着大风大浪、大雷大雨过来的。好，来快来，这首歌是写给我爷爷的。